廣府全部加埋，佢哋仲唔啱啊？你仲唔應該有阿邊嗰度啲人使錢啊？使錢啊！咁啊，嗰陣時買咁多一定嘅，成日唔使搞啊！我話你唔會話要搞嘅，我係唔使搞，我知左搞右搞，你嗰啲粒嘢好靚咧，因為佢而家變咗殘忍，都係拍人牀。你想如果要做嘅，你都難啊！你諗到都拍人牀成。阿文婆婆都有，有得講嘅。我都有啦，就咩啦？你攞嚟呢度有三粒啊，嗱，依度有三粒，依度大咗成日執，依度有三粒，一路揼揼揼咁樣圍住，咁就已經夠啦。哇！一粒就夠啦，一粒就靚。依啲都食唔得啦。我告訴你一塊的，我告訴你一塊的，一塊的，我告訴你一塊的，我告訴你一塊的，你看看那些細小的買戒指，我告訴你一塊的，是啊，很壞的，其實是，但如果你不拍，你又叫佢整啊？唔係我有一些嘢就話，我又第一個買咗，第二個買咗，又買咗呢一粒嚟講，就係南非嚟講啦。就俾我話俾一隻戒指咧，就俾人啦。唉，之後佢又攞翻嚟啊，但係咧就賺一粒嚟嘅，加啲蜜糕咪得啦。我現在說是認認的，我說雖然我應該就買了一層，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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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買
我就不知道。